皇室战争分飞有多么重要？别等一下这个位置啊，再稍微过一下，下个卒，他飓风的话就不好拉了，他肯定要拉飓风，没有拉飓风，卒会死掉吗？垫一下死掉，漂亮，干得好！管所下这，点了他，还得打下鱼钩，全都是细节啊！鱼钩拉完，迫击炮刚好立起来，威猛矿工顶上，准备去解他，他没有小电池了，现在。狗塔一下就够了，又是一炮，还有一炮，他只下了两只牌，好，他只有箭鱼，交了箭鱼交不出小电池，他费用不多，但是小电池又下不出箭鱼，把他给点掉，管手已经点塔，别豆子冰一下他的幽灵或者是鱼钩，他肯定要下幽灵鱼钩的，冰一下他。下猪他没有费用了，他要下鱼钩，他在边费下鱼钩，他现在两费三费够了，他下不出幽灵哥布林补上，野猪还扛着伤害，他幽灵下不出来，哥布林已经进塔了，在疯狂的投塔，费用的计算非常的重要，直接破塔，表情接上，